这是非常可爱的一对小夫妻。记得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签约的时候，我发现新娘很随和，也很好相处，而且呢，感觉就是很爱我哎。我说什么她都说，嗯，老师说的都好。真的非常荣幸能够被新娘这么信任哦。这天俊平给的是大型的房间，有客厅，蛮多亲友需要书画的情况下，这样用起来会比较舒服哦。谢谢。你就这样。哦，谢谢我最美丽、最可爱、全世界我最爱的老婆，谢谢。很特别的是，新郎对婚礼也非常有参与感，而且呢，在签约的过程中，只要一有问题，他就会举手发问，对婚礼呢也很有想法，甚至呢比新娘还更热衷这一切呢。新人知道我们家本身就有一个礼服品牌，而且跟造型在同一个地点，他们说明如果宴客服在我们家选的话，我本人会在现场一同陪同挑选哦。新郎知道以后很开心，觉得那真是太好了，造型呢跟礼服就通通交给 Iris 老师啦。迎娶造型完成，看着 Linda 穿着我们家礼服，我的造型还有我的捧花，真的好有成就感哦。你要说什么？灯关掉，灯关掉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可以遇到你。妈妈缝制绣裙，座位墙壁上留下你身高刻痕。每次你来就叫你来量身高画刻录，可惜办公室迁移了，不然可去回味一下。还有一次一整天的婚礼下来，艾瑞斯觉得君品的婚顾贝拉很不错哦。新娘梳化的房间够大，所以当新娘迎娶到另外一间房间的时候，我们娘家的长辈都还可以在房间里面稍作休息哦。因为这一天新人预约我全天新密的服务，所以我们早早就把进场造型给换好了，而且呢在英盛老师的带领下还拍了类婚纱。Thank you.
进场了，赶快帮新娘换上长头纱，因为怕新娘跟亲友们合照别着长头纱真的非常不方便，所以我通常呢都是快要进场前帮新娘换上的。不过这时候新娘就要赶快乖乖让我换咯，因为随时会进场。那你们拍啊什么的，我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，并不知道随时什么时候必须立刻出场。好，新娘等待进场前，如果我们发现走道比较窄，会很容易让出来上厕所的宾客踩到的情况下，我都会交代助理说，我们稍微帮忙看一下。当然，有的小管家也会帮忙留意一下，以免呢新娘的头纱被宾客踩到，然后新娘的头会有拉扯到的感觉哦。而且啊，时间那么赶，我们也不太有时间再重新整理。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君品的新娘餐会长怎样呢？就是这样的下午茶组合哦，每个点心看起来都很可爱呢。那准备二进咯，听说等一下新郎要唱歌，超期待的呢。艾瑞斯家的造型师都会在你们进场前在外面陪你们一起等待一下哦，等到确定都没有问题才会进去新娘房准备下一套。可是你可能一直不知道保留的，谢谢，所以。
到那边，就是因为声音一起来，我走下去，就觉得一直都很有力量。对，希望你也可以陪我一直走下去，走到你，走到你老。你愿意再给我吗？啊，我愿意。上天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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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天